过一个经就是一点八点一呐，啊是安尼款一暝啊，半暝十二点安尼款，一个天夜人来吹佛呐，来吹佛了，伊问佛呐，伊讲啊，啥物物件咱应该杀呐？啥物物件咱应该杀，所以咱会欢喜。啥物物件咱应该杀，所以咱袂苦啦。啊，啥物款的杀呐？啊，我他妈师傅陆占星啊！啊，阿古伊人为天的人啊，是这个王啊，啥物啊？伊人看佛啊，伊人无明白啊，讲佛啊是这个。一个圣人呐，一个佛呐，伊人看佛位啊，伊看佛啊是一个普通的修行人，所以真正一拜啊，伫咧经啊，伊人无叫佛讲尊者什么啊，伊人叫佛啊普通啊，伊人叫古达玛，古达玛是佛的生呐，那讲一个人生理啊是生假什么啊，啊伊叫佛伊的生呐，古达玛，了佛讲。啊，哈咪咪件，哈咪款的杀呢？我赞成就是讲杀这个圣地啦。不讲如果是杀圣地呢，如果会欢喜；不杀圣地啊，如果袂苦啦。啊，这个圣地啊，是让咱啊，做咱的心情也苦啦。啊，咱平常人啊，咱每一个人啊。本有圣地啦，了咱那是无故意啊，伊的可能把你接啊，破坏啊，所以佛讲啊，这款的杀呐，伊赞成呐，就是叫咱斩咱的这个圣地啦。